好，我们继续看117页，对60经还要剩下一点点，他讲啊，他说多闻圣弟子啊，就在这个处对境界啊这个地方，六处入处啊，就是六根对六尘啊，那么处对境界这个地方，能够厌离无明啊，那么厌离无明，那么最重要啊，能够知道啊这些过患啊，要为患啊，那么能够知道过患，能够知道自己有贪有嗔啊，那么从而深知过患而能厌离啊，那么这样这个时候就能生于明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顺于解脱。彼无明离欲而生于明啊，就是啊，我们叫做厌离啊，离开啊，对于这种由我见我爱而升起的种种情绪上的反应啊，而能够知道不有不无，非有无，非不有无，非有我胜我劣，非有我相似。啊，那么就没有带着这一些以我见啊为主，那么触动我爱的这一些种种的情绪啊，那这个是啊，这个我慢上的三个啊主要的我胜我等我劣，那么我知我见好，那么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说所起前无明处灭。后明处即起啊，那么这个是有学佛跟没有学佛最主要的差别。好，那么看到61经前面啊，这个早上讲过啊，他说有这么一天，佛啊在舍卫城啊，这个不是在奇缘金色了，在东园鹿子母讲堂啊，这个鹿子母啊，就是我们说的毗舍伽夫人啊。那我们知道这个圣曼夫人也是发八大愿啊，那这个毗舍伽夫人一样啊也发八大愿啊。那后来啊，那他也是有正果啊。那把他的这个，他主要能够，他这间讲堂鹿子母讲堂啊，因为在舍卫城的东边啊，有时候叫做东园精舍啊，有时候叫做毗舍伽精舍，有时候就叫做鹿子母讲堂啊。那这个是主要是他去舍卫城听法的时候啊，那因为他非常有钱，那么带着很多。啊，首饰啊，他的嫁妆这些，去听法的时候，把这一些先拔下来啊，就是他穿金的戴银，然后去听经，觉得不够朴素嘛啊，所以先把这些都把说弄下来，然后就稍微放在啊讲一个地方。结果要走的时候，听经听得太欢喜了，忘记带走了啊。那据说那个时候那一些珠宝啊，价值9亿。9亿就90万啊，那非常非常多啊。那后来回去的时候啊，那个他的嫁妆啊，人家把他收起来了，就还给他了啊。那么他就啊，就在把这些钱捐成啊，盖金舍啊，盖金舍。据说盖的这个金舍有2层啊，那么有500间房子啊。那穆建连监工啊，那费了9个月啊盖好的这个鹿子母讲堂。这个时候啊，世尊不时从坐起啊，这个《阿含经》里面常见到，可见佛陀就是啊，大概中午这个时间，因为吃饭只有在早上大概去托钵回来，大概一般都是9点到10点这段期间。啊，甚至再早一点8点多啊，大概9点这段期间就开始吃饭，吃完饭不用半个小时了啊，那9点到10点这段期间吃饭，
吃完饭就没有了，然后开始可能就讲经啊，讲完经就可能就打坐啊，就休息一下就可能打坐，一直坐到大概都是四五点啊。那么出讲堂，于堂音中啊，堂音就是空地啊，就是讲堂前面的空地啊，像我们这个讲堂前面啊的地啊，不过因为我们种很多树，但前面比较没有啊，就讲堂前面有个空地，趺坐而坐啊，那前面很多人就坐在前面。这个时候，世尊叹优陀那记啊，这个优陀那记是我们说三藏十二部，这是经典的十二种体裁之一啊，十二部，三藏是三种。啊，法的形式经律论十二部是十二种体裁，十二种体裁有一个就叫做优陀那，那优陀那其实就是有感而发的意思了，叫做感性啊啊，这个性就是高兴的是感心语了 啊，或叫做不问自说啊，就是一般我们常常说这个阿弥陀经啊，无问自说，其实无问自说的经非常多。啊，那么佛陀有时候有感而发啊，那么就开始讲啊，那么用记的形式讲，那么就叫做优陀那记啊。那优陀那基本上是有感而发的说的啊，那么记啊，他说法无有我，亦复无我所，我既非当有，我所由何生？比丘解脱此，则断下分解。好，那这个记我们从字面上看不难解释啊，因为我们读过那么多阿含经，这个看起来不难解释啊。那法就是诸法啊，无有无我，诸法无我啊。那么诸法指的就是啊，我们的这个身心啊，然后扩大面对一切的境界。因为我们说一切法通常指称这个十二处啊，那么十二处主要是啊内六处跟外六处，那么重点还是在这个身心。那我们早上有讲，就是说我们对于我执这一部分，那么一个具生我执是由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啊，那么执取这个身心为我，那么这个是一开始我们来投胎的时候，它就是由这样来投胎的。我们会投胎就是由这个由取是执取这个身心为我，然后慢慢这样啊，形成的，就是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啊，那为师叫做啊，去后先来做主公啊，这种就是有这个有取是执取这个身心啊，那他是与生俱来的，所以叫俱生我执吗？啊，与生俱来就有，而且是累世累劫都是与生俱来啊，就伴随你而生的。另外一个叫做分别我执，分别我执是透过六根对六尘。那么执取这个境界，那么一方面执取身心，一方面执取境界。那执取身心就是，那么透过境界，早上我们讲，透过境界有我的感受啊，我的感觉，我的感想啊，我的感触啊，这种种这一些，一方面透过分别，分别就是意识，那意识心透过眼耳鼻舌身意。来自于透过一执取内在的境界，那么透过眼耳鼻舌身执取外在的境界，那么这一些形成所谓的啊，我们说分别我见，那么又不断的巩固啊内在的具生我执啊，那又从这样不断形成一个所谓的我啊，那么诸法无我啊，想的就是啊，包括五蕴无我跟舌处无我啊，基本上是这样。讲详细的啊，就是十八界无我啊。那所以他这里讲亦复无我所，那么有我就有我所啊。我们说我所
啊，那么植色为我，受想行识就是我所，植五蕴为我啊，那么这个六根为我，这个六处啊，它基本上一切的境界啊，就是我所，或是我的啊，植这个受为我，那么想行识跟色就是我所。好，那么没有我，当然就没有我所啊。法无有无我，你仔细看啊，一切诸法是无我的。啊，那么我前面有说过啊，那么一切不管三门婆罗门，那么都是只有我的，只是啊，这个有我的情势，有我的这个情况，它就是是我亦我相在啊，就这个无蕴就是我啊，那么这个是断见，离开无蕴有一个我啊，这个是常见啊，或者是我在无蕴中，无蕴在我中啊，那么这个也是啊，那么部分的这个也是常见。那么无我就没有我所，我既非当有啊，这我既然没有，那我所又哪里会有啊？这个可以不是不那么难啊。他说比丘解脱此，那么解脱此就是比丘能够了解啊，那这样的一个观念，不是被这个我所束缚，叫做解脱啊。所以比丘解脱此应该。解释做比丘圣解啊，圣解这个道理啊，那么能够不受这样我见的束缚啊，我见我爱的束缚，那则断下分解啊，下分解下是下界，下界这部分的烦恼啊，五下分解了啊，五下分解都是断三解，那么欲贪跟嗔啊，那其实。这里是在讲这样的道理啊，这个解脱，如果我们对照他这里讲的解脱，对照南传的巴利文的圣典，基本上都是讲圣解啊。那因为如果你解脱，那就证阿罗汉了，解脱就证阿罗汉。那么圣解无有我，那么主要基本上就是断除。啊，这个由分别我见的，那么阿罗汉是断五上分解，啊，欲贪是三果断的啊，五下分解，那么色贪无色贪是四果断的啊，就是上界的，啊，五下跟五上就是五种上界跟五种下界，那么五下分解是包含初果、二果断的这个三解观念上的错误。那么导致啊行为上的偏差，那么会有所谓的思烦恼情绪上的啊，那么观念上的主要就是我们说分别我见而来的啊，这个是见惑，我们叫做见烦恼。那么思惑主要是指爱烦恼，就是透过对境界而产生啊，那么这样情绪上的啊混乱。啊，错误。那么这个都是带我见我爱的啊。那么这个有时候我们比较偏向于说它是思惑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五上分解、五下分解。那五上分解，色贪、无色贪、调举慢啊，这个是心比较维系的部分啊。那么最后啊，就是我们说的无明啊，就俱生我执。好。然后有一个比丘从坐起偏袒右肩，啊，佛陀只是简单讲了一个偈而已啊。那么右膝着地，合掌白佛眼，他说：“世尊，那什么？因为佛陀念了这个偈，有很多人其实不晓得佛陀在念什么啊。那么他说，他就问，进一步问啊。我们看《阿含经》，有时候比丘会问啊，问佛，有时候去问阿难、舍利佛，问其他的人啊，不一定。”啊，说云何无无我，亦无有我所。我既非当有我所，由何生？比丘解脱此，则断下分解。啊，如果真的把我所都断掉了，得解脱了，那就是阿罗汉了。那么不是下分解断，上分解也断了啊。所以当然解脱的概念就是你解脱这样的束缚啊。那么他还有维系的我慢没有断。好。佛告比丘：“愚痴无闻凡夫。”好，就开始说啊，执取，即就是执取
那通常就翻译做嫉，嫉叫做嫉妒，六度波罗蜜的妒，这个嫉妒，就是非因嫉因，非果嫉果，这个嫉，它基本上就是直取的，直取这个色是我，色即是我，意我就是不是我，不是我就是色不是我，那么受是我，那么受不是我，想是我，反正就这样，就五蕴都不是我，五蕴之外有一个我，那么这个也是，但是重点我们简单讲就是这个五蕴是我，这个五蕴不是我，五蕴之外有一个我，我在五蕴中，五蕴在我中，通常是这三种形式。那么简单讲其实就归纳成两种而已，是我意我，那我们叫做常见跟断见，那么离开常见跟断见，它就是正见，就是中道，中道不是常见断见的另外一边，不是，它就是没有了这样的错误就是正确。那么世间有种种的错误，假设有世间有三种见，那么就离开这三种见，有五种见就离开五种见，有二十种见就离开二十种见，有六十二种见就离开六十二种见，有九十八种见就离开九十八种见，反正就是你离开错误就是正确的，那么世间人常有的错误，基本上这里是把它分作三类，叫做是我意我相在，那么这个我，这个我就包含色受想行识。好，所以色讲完，即色是我意我相在，受想行识是我意我相在，多闻圣弟子不见色，就是他举出凡夫无愚痴无明凡夫跟多闻圣弟子的差别，那如果我们说真的要做比对，就是一个叫做愚痴无闻，一个叫做智慧多闻圣弟子，一个叫做愚痴无闻凡夫，但是他现在就是多闻圣弟子，那如果我们要比对来看，就是愚痴的对面他就是智慧，没有这个愚痴就是有智慧的，那么一个是无闻，他的愚痴是来自于他无闻，他没有听过，没有正见，那没有听佛，没有多闻，那么他这里是多闻，那么一个是凡夫，一个是圣者，那么凡圣的差别，当然圣弟子不一定是，就是佛弟子不一定是圣弟子，但是都是向解脱的，向善向上向解脱，一定是向解脱，顺解脱分的，那么现在讲的是已经见法的圣弟子，重返入圣，超凡入圣的圣弟子，那么圣弟子一定由多闻来，他说不见，那么圣弟子跟凡夫最大的差别，那么就是不见色是我意我相在，不见受想行识是我意我相在，亦非知者，亦非见者，那么知者见者也是我的一种形态了，知者见者受者死受者，反正这些。好，那这个知跟见都是一种执取了，对于这种观念的一种执取，所以我们说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，是依戒，是依定，是依慧，那么戒定慧是要解脱的嘛，那么它都必须要通向无我，假设你的法最终不是在从我，从有我到无我，因为修行它基本上就是从有我到无我，那么这个就是你本来以为是有我的，后来你知道是无我，那我们说从有漏到无漏，从有为到无为，从有学到无学，但是这一些的核心都是从你以为有我，后来知道是无我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法门这个声闻那么缘觉菩萨是小圣，是大圣，是密圣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不管你是观音法门、地藏法门、净土法门那么弥勒法门、药师法门、弥陀法门不管那么他们一定是以缘起无我，或叫做缘起性空为核心的那如果那么这个都是无我，如果你的方法最终不能让你证得无我，那么我们都说这只是方便说
就好像人天道，它方便啊，它并不是就近的啊，它让你升天啊，让你下辈子再来幸福美满啊，它也是佛法的一部分，它也是佛法的一部分。跟很多在家人说，叫他受五戒行十善啊啊，那还是佛说的，也是佛说的，但是它并它是方便的啊。所谓佛法就是成佛的方法啊，就是佛所悟得的真理啊，就是这样嘛。佛所证的，佛所说的啊，佛所行的啊，就佛所教的，那基本上佛所教的当然不一定是得解脱的啊，他也教你升天，也教你避免堕三恶道的方法啊，升天的方法，在人幸福快乐的方法啊，但是基本上啊，那佛所证的里面一定是我们说缘起无我的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法门啊，你如果不能够让你从有为到无为啊，有为就是有生灭的，生灭就是有生死的啊，你有生老病死啊这一些的，到你不生不死的就得涅槃的，得解脱的，那么你的烦恼啊，就有漏到无漏啊，就是这些你具足烦恼的具夫凡夫啊，到你啊这个啊这个离欲灭尽啊，灭尽一切烦恼啊，这个过程，那么一定都是以有我无我为核心啊，所以你一切贤圣啊，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就是见无为法啊，见无为法就是见无我啊，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啊。好，那么所以啊，那么差别就在这里啊，所以多闻圣弟子啊，那么不管你是听到什么法，因为佛法很多嘛，很广啊，那么不管你听的是什么，但是那么它一定是你的多闻，一定是那么能够让你从超凡入圣，由生死到解脱啊。那么它不见色，就是它能够让你从执取有我到认知无我、觉知无我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我们之前说啊，就是修行，就是从有为到无为啊。先从有漏到无漏啊，然后就是要先控制烦恼啊，调伏烦恼，那你才能断除烦恼嘛啊。那么控制烦恼要先有贪之有贪，有嗔之有嗔啊，你必须要先做到这样啊，那有这种觉察的状态啊，那么这样才能顺于解脱，然后渐渐啊，那么你就从这个有漏到无漏，那么证得以这个无漏会证得。啊，无我的时候，你就从，你可以从有为到无为啊，就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但是从有，从这个过程里面，都是从有我到无我的过程啊，都是从有我到无我的过程。好，所以不见色是我意我相在啊，不见受想行识是我意我相在啊，这五蕴，这里还是蕴相应的部分啊。那么。他说此色是无常，受想行识是无常。好，那么无我到底要怎么证无我？那么阿含经里面有些就是从无常下手，从无常入无我，有些是从苦入无我，有些是从无常之苦，从苦之无我啊，那么有些甚至是从无常之苦，从苦之空，从空之无我。所以这个阿含经就是佛陀说法，大概有这主要的几种，就是无我里面就是无常苦空啊。所以阿含经的第一经到第四经先总说就是讲这些啊，他们这些大阿罗汉在结集的时候啊，就无常苦空无我，当然这个是啊，我们说有部它是这样的啦，那这个南传的可能也前面可能不一定是放这个啊，就是不同的部派可能它的重点有可能也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，但是也有可能这个就是大教授他们结集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啊，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知道大教授到底他的结集次序是怎么样啊。那这个无常苦空无我，那无我是核心，那怎么样证得无我呢？从无常，从苦，从空啊。那到了般若经，空就是无我啊，空就是无我啊，所以他就讲阿含经主要讲缘起无我，但是到般若经他主要讲缘起性空，
那么无我就是无自性，那么空就是无我啊，无自性空无我啊，它基本上是这样的连结。那因为到了部派，它有所谓的法有自性，我无自性，但是法有自性，所以这个叫做人无我，法有我啊，就变成有这种观念了。所以后来《般若经》为了矫正这种观念，那么觉发佛说法的真意，无我的真意，不讲无我，讲空啊，讲无自性啊，讲无所得啊。那无所得其实就是这里的不执取啊。那么开始有这种转变啊，所以我们说法跟法要通啊，就是这样。那这里啊，把这个无常苦啊、无我啊，从这里说，从无常之无我，从苦之无我啊。那么你要有如理思维，不然就算你知无常，不一定知无我；知苦，不一定知无我啊，就是这样。那么无常之无我，是因为我的定义啊，那么神我、犯我。啊，这种种这些我的定义基本上是恒常独一自主，那么比较偏重在啊常见这一边说，啊就恒常独一自主，所以因为恒常是我，但是现在无常啊，所以它就不是我，啊那么因为独一是我，所以它现在是缘起合合的，它不是我啊，又讲缘起无我，啊所以看《阿含经》里面。五蕴无我，六处无我，缘起无我啊。那罗诃罗学的跟为大家说的也是讲这三种无我，缘起无我啊，十二处无我跟六处十二处是一样啊，就是缘起无我、十二处无我跟五蕴无我啊，就讲这三个。那么这个基本上缘起就是阴阳合合的，它不是独一的啊，它不是独自存在的啊。那么然后苦故无我是就它的主宰性来讲，它是主宰的啊。那佛陀也举例子啊，那么跟外道辩论的时候也举例子，他认为有我啊，那佛陀说无我，他说那么他就举例子，这个国王啊，在他的国土里面谁犯错啊，谁有功，他要赏谁就赏谁，要处罚谁就处罚谁，这个就是王有主宰力啊。那这个那么我是主宰，那么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呢、啊、那没有嘛，因为你不苦，你要不苦结果就受苦，你要不老那么就会老，你要不死却会死，你显然没有主宰力啊。如果一个人在他的国土里面啊，他没有办法主宰，那么他怎么可能做王呢？那你我是这个身心的主宰，但是很显然的你对这个身心也没有完全的这个主宰力啊。那么为什么？从哪一点看得出来？从你苦不断在受苦这一点看得出来。所以从这里讲无我，那么也有，但是这个就是通常都是从无常说比较多啊，比较多。好，所以这里说是从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无常，那么通向无我啊，就不管你是什么法门啊，这里我们说这个是诸行无常的法门啊，就是你观无常，常常观无常，你的无常不能通向无我。我们前面讲过了，不管你是什么法门，你观不见、观呼吸、观佛像啊、观白毫啊，哇，不管你观什么啊，那么观无常啊、观苦啊，那么如果你不能通向无我。啊，那么基本上它就不是佛教我们的解脱法门啊。所以你看那个《般若三昧经》，观佛像，观佛像观到啊，佛来了，那么又为我说法啊，阿弥陀佛来了，那为我说法，那么我还问他不懂，还问他，问了之后啊，他进一步啊，我们叫不管你是持名念佛、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。那么一般有这三个嘛啊，那么也都是要通向实相的，实相就是无我，实相就是无我。好，假设不管你的假设，我们想说啊，念佛好了，念是意念嘛，那这观想啊，观想观相持名啊，不管，那么你不能通向无我，那也不是佛。那你看《般若三昧经》，他就这么说，所以看到佛来啊，问佛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他要
啊，从不管你是观想观相啊，或是这个持名啊，那么心专注的时候，那么定心产生了、啊、见佛啊，这个时候你要进入唯心念佛啊，唯心所造啊，所以后来心是主导，一切法的主导，你为什么能见佛啊？那么这些也是境界啊，这些也是六根对六尘的境界，定境中的境界也是境界，还是不离开六根对六尘。啊、它也是触相应、啊、早上我们讲它还是触、啊、那这个触简单就在这里，有名跟无名相应，那么只要是带着有我的，那个就叫做无名，那么你能够觉察到无我的，顺于无我的，那个就叫做名、啊、很简单嘛、啊、那么所以你这个时候看到佛，那么你开始做、啊、唯心的这样的一个观察，那么因为我的心忆佛念佛，所以我现在现前见佛，那么这个是唯心所现。好，那再进一步，佛法不管前面怎么讲，大圣小圣都一样嘛，后来都是观这个心嘛、啊、所以 观身不净，或是 观自己的色身不净，或是观佛身清净、啊、它有这两种观，但是都是一样，观身，那么观受啊，那么你欢喜啊，不欢喜啊，生不净他不欢喜嘛，苦嘛，观受是苦啊，那么观这个，你那个时候即使是乐受他还是苦啊，那不管啊，那这个受，那么后面就是什么，他观心，观生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四念处也是这样嘛，那么你一定要通到这个心无我啊，那你想这个心，其实那心是什么，心是什么，那如果这样观的话，就回到阿含经，回到观心，那观色，这个色不管你是不清不净色还是净色，那么观自己通常都是不净色啊，那么观佛像通常是净色啊，清净身嘛啊，观这个净色清净的。好，那么不管你是从白毫观啊，还是这个像从落日观开始观啊，那个都是光明，那个都比如说那个是比较偏清净的。好，那么你这样观了之后，你后来都会发现唯心所现啊，主要是这个心，再来观这个心，回到阿含经的观心啊，那观心就是色受想行识啊，这一部分吗，它就是观心 那观色是观这个身啊，只是说我们通常指的是观我们自己的色身啊，那么在佛陀时代他也说，你看我这个色身，它其实跟一般人色身一样嘛，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佛想象的是那种清净身嘛，可是在佛陀时代，释迦牟尼佛他那个身跟我们这个身也是一样啊，虽然是三十二相，虽然是三十二相有相好，但是他一样有老病死，一样是这个不净身啊，八万重身啊，色身啊，啊，只是说后来我们观的佛像通向于就是所谓的报身佛啊，相对的清净啊，像十三这个观无量寿经里面的啊，这个佛像啊，这个相好庄严，这个金色身啊，怎样怎样怎样啊，他叫你这样观啊，那个是净观啊，但是一般是不净观。好，那不管这些都要通向无我。好，所以你看《波多三昧经》也这样啊，由于对你对佛的虔诚恭敬，那个心比较容易专注。那么心专注来做观比较容易成就啊，那么你观了之后你见到佛了，你也见到佛了，那么你没有去到佛那里啊，佛其实也没有来你这里，但是为什么见佛呢啊，那么你不可能说请佛过来佛就过来啊，那多不恭敬啊，对不对啊，你在那边请佛过来啊，佛就过来了啊，哪有可能啊，但是也不可能，你也不可能，你就坐在这里，你也不可能去见到佛，去到佛那里啊，你又没有神通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他就开始想，我为什么能见佛呢？那么只是因为我忆佛念佛，我的心忆佛念佛啊。那么这样想的时候，就在想，那心是什么？能知、能见、能观啊？是所观的佛是由能观的心来吗？所得的境界是由能得的心的，那心是什么？开始观这个心。如果一阿含经就是不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不在未来，非内非外，啊，非好非丑啊，就是观这些啊，观这个心，啊，是他五蕴都这样观，但主要是观心呢，啊，所以你看我们说宝积经里面啊，他就是
把心分成三个层次去做观，简单明了啊，就是不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不在未来，非过去，非现在，非未来，非内，非外，非中间，啊，非贪，非嗔，非痴，啊，我们也可以说非善，非恶，非无忌，啊，那么因为心的形，心的体性就是时常是善恶无忌，就是这样而已嘛，善心、恶心、无忌心，啊，那么比较长的啊，就是贪嗔痴啊，啊，那么但是有若凡夫不离开，不离开，不离开以无明为主的。啊，不离开这个痴啊，不离开这个痴，起贪嗔痴啊，其实是这样。那所以你就去观这个心的体性是什么？是善吗？是恶吗？是无忌吗？啊，那它如果是有，它在哪里呢？在这个身内，在这个身外，在中间啊，没有啊。啊，那是过去，是现在，是未来，在时间流里面啊，在空间上，在时间上，在体性上，你去观察这个心。你会发现没有，没有这个心啊，叫做密心了不可得，通常就会有这种情形，这个时候你就趋向无我啊，他是这样观的。好，所以不管怎么观，就算你观佛啊，那么也是这样观，不过观无量寿经的观佛成就应该是第九观的样子啊，观阿弥陀佛成就，他把它导向菩提心上去，啊，他说见佛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啊，那么这个心就是见佛者即见佛心，他把它导向这里，啊，如果你看看十六观经，他从这个佛，从这个地大水大啊这些开始观啊，就是地清净啊这些啊，从落日观开始嘛，他从落日观观啊，观到极乐世界的啊这个地这个水。啊，那么，然后到观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，就阿弥陀佛、西方三圣、观世音菩萨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然后最后是总观嘛，十三观嘛，它其实就只有十三观，后面三个是讲九品的。好，那么在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你看他就要转念哦，他不是见到阿弥陀佛成就，没有《波多三昧经》。他也是观的，他也不是啊，他只是从借由这个转化成无我啊。那么十六观经是借由见到阿弥陀佛，这个时候他开始这里在这里做转换，见佛身者即见佛心啊，佛心是什么？大慈悲心啊，就转到菩提心上去了，大悲心上去了啊，从这里啊，那所以。基本上他我们说不管什么法门啊，他都是方便要让你啊，那么得解脱的，或是成佛的，或是让你发菩提心的，让你如果这个大圣比较重在发菩提心，那菩提心又以大悲心为根本啊，那其实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所以他这里说色受想行识啊，他说色是无常，受想行识是无常，色是苦，受想行识是苦啊，一般我们就说啊，诸行无常，诸受是苦啊。那么不管是诸行无常，诸受是苦啊，那么都是要得到诸法无我的。那么这个我们叫做三法印嘛啊。那么其实由无常故苦，苦故无我，它也是一个次第。由无常故无我啊，也可以；由苦故无我也可以啊。那么直接观无我，色受想行识无我啊，那么也是可以。那么此色非当有啊，受想行识非当有啊，那么既然是无我，那当然就不是实有，这个有通常就是实有，有是一种存在啊，叫欲有色有无色有啊，那么有是一种存在啊，那么生命的存在它基本上它并不是没有啊，就它并不是不存在，它存在，存在是一种有，但是通常的人执为实有，执为实有，佛法告诉你它是有，但不是实有，它叫做假有、因缘有、幻有啊、虚妄有啊，就是讲这样啊，所以这个有不是实有，存在不是真实的存在，那么一般说就叫做自信有啊，就是。
真实的存在叫做自信有啊。那所以他这里说啊，从五蕴看，这个色受想行识啊都没有啊，都不是实在的啊。那么此色坏有，受想行识坏有啊，就是他变异啊，就是因为一切有为法，它都有四相，或者说两相，或者说三相。两相就是生灭相，三相就是生住灭相，啊，四相就是生住异灭相，啊，大概就这样啊，其实就是生灭相。所以我们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它就是有生灭相，这个叫做有为法啊，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灭的。你解脱了，入了涅槃啊，入不生不灭，那个叫做无为啊，非生非灭的。那这个五蕴基本上啊都是啊有为法，那么都是有生灭的啊，那所以它并不是啊实有的自信的，自信就是不生灭的，它一直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恒常独一自主嘛，恒常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，那么唯独就是他自己不跟其他合合的，他自己是这样，他不是我们讲缘起有事，因为因缘而合他才这样的，因缘不合合他就不这样，有因有缘这样的，他不是，他无因无缘他自己就是这样啊，那位叫做独一的啊，那就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，他不因为任何条件任何原因让他这样啊，那但是缘起有的这样是因为各种条件才让他这样的，他自己没办法这样啊，那这个不一样啊，所以从缘起里面也可以知道是无我啊，那无我就无我所啊，我所非当有，如是解脱者则断五下分解啊，就是你解开这样的一个束缚啊，那么你就断五下分解，断五下分解都是三果了啊，三果断五下分解。十比比丘白佛言：世尊，断五下分解与云何肉尽？无肉心解脱啊，就是五下分解断了，还没有真正得解脱啊，还没有。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得解脱呢？啊，他已经决定会解脱，但是还没有解脱啊，还有最后一次的生死啊。那么他说：云何肉尽？无肉心解脱会解脱啊，就可以得到无肉，从有肉到无肉啊。那么得解脱啊，那么宪法自知作证具足住，我身已尽，般若已历，所作一半，这是不受后有。那么这后面四个是解脱证阿罗汉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，就是这一生最后一生啊，这一生过了就没有下一生了。如果是五下分解，还有下一生啊，下一生在五不还天啊，就是色界总共有十八天，其实色界到底有几天哦？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啊。色界到底有几天讲的不一样，从十七天到十八天、十九天、二十天、二十一天的都有人说啊。那么印度原来它就是施设三界的啊，就是它原来的这个说法啊，就是可能在佛陀之前就有所谓三界。的说法，三界五道的说法啊，但是最早《吠陀经》最早的也只有啊，一般我们讲天界啊，跟这个所谓的神界或地狱啊，顶多就这是三个。那么天界到底有几天，那么是不太一样。不过在佛教里面，欲界六天这个是普遍性的说法，比较没有什么差别。那么无色界有四天。空无边，事无边，无所有，非常非常，这个也没有意义啊。重点就是色界，色界到底有几天啊？就说的不太一样啊，说的不太一样。那一般我们用的是十八天的说法啊，最后五个叫做五不还天啊。色界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那一般我们是说初禅、二禅、三禅各有三天，就九天。那四禅有九天，就十八天。所以五不还天是在四禅的第五六七八九，第五到第九天
啊，那么是那个是色界最高的地方，最高的叫做色究竟天。那么所以后来有一些大圣经典也说，佛不是在欲界成佛啊，他实际上是在色究竟天成佛啊。那么这个其实跟这个我们说三国的圣者到了五不还天，那就在五不还天得解脱啊，这个有一点点一样啊。那五不还天又叫做五阿那含天，就叫做五净居天啊，无烦无乐啊，烦恼的烦啊，那么乐啊，忍乐的乐，无烦无乐，善见善现，色究竟啊，就在这几天。那他是只要是到色界，通常都是依定的能力来分。欲界是依福报的多寡大小来分啊，到了色无色界都是依定的能力来分啊。那么解脱是依智慧来分啊，智慧的高低啊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证无为法的这个就是智慧的这种高低来分。那凡夫是以简单讲，凡夫是以福报，圣者是以智慧来分啊，这个是初果，这个是二果，这个是三果啊。那么智慧就是看你烦恼的多寡，你智慧越高的烦恼越少，烦恼越细越薄啊，智慧比较低的烦恼就比较粗重啊，七凡色就这样。那么从凡夫欲界的凡夫来看啊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一样啊，都是依福报来分。福报有两种啊，一种是定，也是一种福报，定也是一种福报啊，就是定善定的福报，定善啊，跟一般的欲界啊造作的这些善业，那么布施啊持戒啊这一种的。那福报大的就做王啊，那人间最多的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啊，统领世界的啊，然后叫一国的国王啊，类似像这样啊。那么这个是依凡夫是依福报来分啊，那么这个圣者是依智慧来分啊，福报跟智慧都具足，这个是佛啊，福报这个是佛。好，那这里叫他说啊，这个断五下分解，那五下分解到证阿罗汉，就是最后一生，就我生已尽，凡尘与力所作一作，不知不受后有，不会再有下一生的。那这一生到这里已经尽头了啊，那么这一生啊，不会在这个应该断的烦恼都断掉了啊，那么得清净了，凡尘余力应该修的都修好了啊，所以不会再有生死啊，不受后有。后有就是一种生死的潜在啊，就是你生命，你如果有后有，那么你死了就一定会生，不得不生，你想不生也不可以，这个都叫做依业而有的轮回依业。那么你可以不生，但是你发愿为了要度众生，你还来生，还来这个世间，那个叫做依愿啊。一般我们说趁愿再来啊，或是依业受报，就这两种啊。那多数的人没有办法依愿啊，那么但是可以夹杂你的愿是可以，但是多数的人都是依业啊，那么受到业的限制，但这中间还有一些差别啊，比如说你可以升天，但是你不升天，你虽然还没解脱，你可以升天，但你发愿不升天，要在人间，那么这个可以，但是你要堕三恶道，你发愿不要去三恶道，要来人间，那个不可以啊。所以这种东西它还是有分别，但菩萨是可以解脱，他不解脱，所以叫做般若经把它叫做忍而不证嘛，啊，就是无生法忍，忍而不证啊，就是他可以解脱，但是他不解脱，他要累积更多的功德，行菩萨道要成佛啊，这一部分。那这个阿含经里面当然没有讲这个了啊，阿含经最重要就是啊，让你怎么得解脱。好，我们先下课好了。